好的，谢谢，到我们韩工队长。谢谢。今天太可以了，完全状态满满的过来，再加上尼尔森和 Zico 的配合，哇！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，确实太强了，但是我觉得也不用怕吧，就是玩吧，就是也很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。欢迎我队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。OK，DJ drop the beat。好，接下来到韩工队长，看这边能不能炸呀 ！Let's go！ 拍片，拍片。两轮过后，究竟是变成3-1韩国队长获胜，还是2-2王一博队长这边打平的 ？Judges， 3-2， 哇，这个真的 ，1。恭喜韩庚队长3-1获得额外的2条毛巾。这世界很酷。